有看见思慕的人在阮身边，就亲像思慕的人声声叫着你。我心内思慕的人惦在梦中，心爱的紧回来，回来阮身边。知道你是真正爱音乐的人，对，而且你看还自己去改编这个内容啊，改的有点巴萨诺瓦的感觉。我用那个 iPhone 改编的 ，iPhone 厉害 ，iPhone 好厉害。唱，你会很介意说真心换绝情吗？我觉得其实不会，哎，不会。对，今天只要我把愿意把歌唱好。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声音，对，有没有入围是无所谓的，对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是说我们，你们了，我觉得也是对我同样讲的话，一样的感觉，对，一样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，就像小荣哥讲的，不管有一个，即便一个两个，我觉得只要好好的享受当下你的表演，跟大家一起录影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对，人生就这样嘛，对，当妈妈真的会思想会变得比较不一样，对呀，你。有勇气面对空荡的椅子吗？空
至少有一个吧。一个，好，那说不在意还是会在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哇 ，OK， 还是要面对这一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，到底会有不会有歌迷来到现场？好，没问题。先闭上眼睛。好，别，闭上眼睛就可以。好，请揭晓，请向右。